最新的饭店目前还在试营运中的风华度假酒店，大厅是白色的氛围，灰白大理石纹路的简约空间。他为两位做了介绍，他冰箱里的饮料、客房里的冰小点都可以免费享用。然后泡汤区的部分的话，在门后方那里有餐桌有你，然后另外一区的话就是会有泳池的部分。那客房里面也都有泡汤池的哦。嗯，对。哎，有请。祝你住宿愉快哦。都欢迎收看咪咪 BB。今天来到的是现在试营运期间的风华度假酒店，耶！首先呢是这个一进门的地方，它是这是一个日式的隔间，它很特别，它的设计是黑色的，连这个底啊都是那种木的榻榻米，是那种。黑色地板，还蛮酷的设计。好，接下来看今天的床是这个日式的打地铺的床啊。我听说他们家的床是席梦思的，今天来试试看里面，还是蛮舒服，摸起来的质感是不错。然后这里有一件浴衣，真的超新的。旁边有那个小美食，学繁体中文，还蛮多语言的。会控制电视啊，然后开关啊这些的，旁边有插头，我觉得很酷哎，就是很有新鲜感，因为它是做木头的，它是全黑白的，有一种摩登感。然后呢，外面呢是泡汤的地方，我跟你说，它这个温泉水放得超快，刚才只是想要试看那个水放水的那种感觉，结果它就放满了。然后来这边有一个。日式的茶几区，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很好看的，你看，因为它很新哎，就可以这样泡茶。它这个茶具也是都是黑色的，然后房间里面的备品啊都是免费的哟。他还跟我们说，那个房客可以去楼下吃免费的豆花，很大的热水壶。有附两瓶水，送你两个塑料袋。冰箱里面的饮料都是免费的。哎，好酷哦！这个小小瓶的好酷哦，本格美酒，第一次看到有附美酒哎。哎，有一个美酒，这个是酒哎，哇，是 Osaka 酒哎。日本的牌子好酷哦，它可乐很大罐，它不是那种易开罐的。矿力水的肉松跟肉干呢，还蛮有特色的。稍微客房设施的东西，然后它的吹风机是 Panasonic 这样。就有充电的跟 USB 的充。设计就是比较摩登现代。我们住的房型是这个房型，榻榻米两小床的房型，哎，定价蛮贵的。蜂拥居，哎，它其他的房型也是蛮好看的哈，像这样，就是有一种现代风啦。不过它这间是日式风，它上面有一个灯，如果你晚上可以开灯啊。然后啊，它这个那个窗帘是可以拉起来的，这样子。不会怕人家看到。好，首先这边是洗那个淋浴的地方，然后有这个新楼啊，可以放东西。然后这边呢是阳台，等于说是一个小阳台这样子，对面可以看到山景。刚才放水了，你看那个温泉水，哇，这个温度。
舒服。我觉得它这个冰水池还蛮大的，就是以双人房来说，这个池真的超大的哎！你看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边有纱窗，纱门可以给它关起来，按下，按下的话呢，就可以把那个窗帘拉起来。窗帘是可以拉起的，哦，这个这个，这栋啊，什么窗帘，就是纱，黑色的，这是他附的拖鞋，这个是他的镜子，耶呗，就是那个琉璃台的部分，旁边有那个洗手乳是。可是他们自己的牌子，然后有一个圆镜，这是它的备品区，备品区也是一个小盒子，就是日式风格，里面是那种就是蒸煮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沐浴球，它蛮酷的，它有附这个发夹，就是那种有点像鲨鱼夹，给你夹头发，好好笑哦，哎呦，但是造型真的是。然后梳子是长的，然后牙刷牙膏的基本的备品，然后浴霸是两个，然后可以看到厕所的部分，厕所的部分的话呢是浴巾有两个，外面还有，然后厕所是干湿分离的厕所，它的马桶是免治马桶，自己打开，日语它会关起来。他说这是这边的名产，叫做高渣。它这个啊是堆堆的，哎，看起来很像那个咸酥鸡的鱿鱼，对不对？它闻起来很像咸酥鸡的鱿鱼，可是吃起来是软嫩软嫩 QQ 的，哎，就是 Q
QQ 很像豆腐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太特别了。嗯，啊、哦，好烫哦！上面有撒了胡椒盐。哦，这口感真的很特别。我现在退房了，我讲一下，简单说一下这次住的心得，就是房间的部分的话，那个榻榻米的地方很舒服啦。它的床很舒服哎，不过它的被子有点太厚了，我盖着就觉得很热。然后那个枕头很舒服，枕头真的超棒的，很软哦。然后里面有那个半露天浴池，我也觉得很棒，因为它的那个窗户是直接对外的，空气很好，可以听到那个大自然的虫在啾啾叫的声音。整体来说，这次试营运期间入住的房间很舒服，也有一种日式的伪出国感，然后床也是很舒服，然后可以泡温泉，推荐大家下次来礁溪可以来这边住看看哦。那真的是 Nini Bab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